据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号消息，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关于福建省2021年9月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延期举行的通告。鉴于近期我省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复杂，为确保广大考生及工作人员的生命健康安全，经研究并报请教育部考试中心批准，原定于9月25至27日举行的福建省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延期至12月4至6日举行。对于无法参加12月考试的考生，可以申请退还考试费。具体申请方式以我院591亿8620万5722的短信通知为准。